特别注意哈，就把它存档。那我们就分别把这个页面先啊，记得就是把它存档，好，储存档案，或者是我这边用另存新档好了。那你就直接存哈。那我印象中是 HTML 跟 HTML 都可以啦哈。不过这里我们先存 HTML 啊，比较保险，我们先用这个 HTML 按储存。那储存之后的话，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复制一些什么什么档案之类的，你就反正看到是或否就按是哈。那它会自动帮我们在网站的根目录底下会建立一个叫做 jQuery Dash Mobile 的这个目录哦，这个目录一定要存在哈，因为如果没有存在的话呢，后面哈我们要转换成 App 的这些相关的功能就不会显示。也就如果将来呢，你看到你明明做没有错误，但是为什么你的网页就是一直还是网页的形态，而不会变成 App 的话哈，那你可能就要想到说，哎，你第一个是不是 HTML5 那个地方没有。在新增网页的时候没有用 HTML5 哈，第二个就是说呢，你在储存的时候没有把那个相关的这个 jQuery Mobile 的这个资料夹放进来，然后那它会自动帮我们加，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发生错误才对。OK，好，那我们做完第一个部分之后的话哈，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哎，我要在上面加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第一个哈首页做出来。那首页部分的话，各位可以看完整画面。上面需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也许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图放上去，然后底下放三个这个导览列哈。啊，不过特别注意哦，这个导览哦，这个叫导览列。那导览列哈，那就是 navbar 哈，navbar 要放在哪里呢？放在的是页首的部分哦，所以这个上面是放在页首，好，放在页首，然后让它可以这样呈现出来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哈，我看一下最后做出来的我们的东西是放在页首，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做出来类似像这样，我们及时看一下啊，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图放上去，然后有个 navbar，那颜色每个都不一样，而且 icon 呢每一个也都不一样，有没有这个惊叹号？这个有一个这个星号，那这个是一个grid 一个表格状，好，那分别把这三个把它放上去。那这个地方首先呢，我们要放的上面这一块呢，这个区块是它的页首，好，所以呢你要放的位置特别注意哦，一定要是放页首的区块。那放的方法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放个图再加底下这三个东西。那放的方法第一个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的东西，这个地方是页首对不对？请你把页首这几个字删掉，这两个字删掉。但是我要放个图啊，那怎么放哦？请你再到那个 image 里面呢，把 logo 这个有没有拖拉放开到页首第一个 home 的这个页首上面，好，按确定就可以了，好，不用替代文字。那大小当然你可以再调整了，如果它这个图档太小太大，你可以再自己调整。好，我们来及时看一下它有没有在上面，有没有？它放的是在页首的地方，OK 哈，也就在页首上面，不是放个字，而是放个图，OK。第二个的话呢，请你在这里面我要放个导览列，那导览列特别注意哦，哎，它是放在哪里呢？也是放在这个黑的，就是页首的部分，所以按一个 Enter，然后在里面的话，请你输入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分别就是这个最新消息、新书登场跟认证课程这三个。好，那因为偷懒一下了，那这三个，请你就把这三个分别输入上去哈。那输入上去之后的话呢，我这个先把它贴到这边好了，这三个，好，这三个的话呢，我把它输入上去啊。输入的地方特别注意，一定是 header 的地方哦，记得是页首的地方，好，不要放在其他地方，页首 OK 好，然后再来怎么样？给它一个项目符号，项目符号，好，这样子。但是呢，现在这样看到呢，还是类似像这样。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导览列，该怎么做？好，特别重要。第一步先完成到这里好了。第二步的话，等一下我会教各位如何把一个项目符号把它变成刚刚看到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它可以很快的变成一个像这样啊。当然后面的颜色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就 OK 了。第一个就是应该放上来没问题了哈。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如果你这块 mobile 按重整，对吧？重新整理应该会显示的。如果没有显示的话，那应该你是有做错的地方。OK，好，那再来的话，怎么样可以把那个 navbar 做上去？特别注意哦，请你
位置一定要做对哦，是在这个的，这个是黑的啦哈，你会发现哦，啊，顺便看一下这边有个叫 data row， 有没有 data row 是黑的，黑的到黑的，这边这个区块是就是页首的区块，那我们在页首的区块放一个图档哦，然后呢在下方特别注意哦，我如果要做出刚刚那个效果，这个效果的话就是这边有个导览列，那怎么加哦？特别注意哦，一，请你注意哦，在下方哈，如果就是这边按个 Enter， 下方呢，记得哦，我刚刚是直接先输入三个啊，先倒车一下，在加入三个之前哦，我用一个方法会比较简单，就是切 JQuery Mobile 切到版面，版面的地方哦，第一个就是 DIV， 请你先插入一个 DIV， 哦，然后按确定，就游标放这边有没有？按插入 DIV 这个地方插入一个 DIV。好，这边插入一个 DIV， 按确定哈。那确定之后的话呢，第一，它这里面又要说新增内容，那你就把那个三个资料，新书登场，好，跟什么最新消息，这三个有没有把它输入上去了哈？自己再把它输入上去，好，然后输入上去之后的话呢，请你把它怎么样改成这一个项目符号，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哈，前面做过。那项目符号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一点呢、啊。理论上应该有三点，怎么办呢 ？Delete Enter， Delete Enter。有的时候如果是复制贴上它会只有一个段落了哈。那你就记得有三点，三个点之后的话，接下来特别注意哦，很重要哦。好，一个 DIV 加三个项目符号，对不对哈？接下来的话，请你点一下这个 DIV。那点这个 DIV 的方法，就游标放里面。你可以几个方法，直接它的虚线点它一下，但是有的同学可能手没有那么灵巧，好像有点点不到的话，没关系，游标放里面之后的话，看下方也可以啦，下方这边不是它一层一层一层，你点这个 DIV 也可以，点这边的话呢，一样是点到上面的 DIV， 它是从最细的再慢慢一层一层，就是 LI 是项目符号，然后 UL 就是整个项目符号。那 DIV 是外面这个 DIV， 好，所以你也可以点什么点下面，有时候我习惯是点这边，点这边一下也这样可以选取哈。选它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 DIV 变成什么？变成一个那个内霸 ，OK 哈。那怎么样变呢？我现在还没变之前，预览一下它变这样。但是我如果说要把它变这样，第一个选它，第二个的话，请注意看一下哦，在 CS 样式的。右边有一个什么呢？叫做标签检视器。标签检视器里面的话呢，特别注意哦，这里面的话会帮你列出很多的标签。那这个很多标签里面的话，请你找到有一个叫 JQuery Mobile 的。也就是说，这个标签检视器呢，我们主要是利用它帮我把这一个 DIV 改成什么呢？改成叫 Netbar 就对了。就是它原来不是 Netbar。利用 JQuery Mobile， 它有点，我刚刚讲过嘛 ，JQuery Mobile 有点像把原来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只要你选到，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选什么，所以特别注意哦，把它打开来，找到哪一个呢？它的角色叫做 data dash row 有没有 data row 这个地方会有个标签名称的哈，其实就是属性，等错了 data row， 它的角色哈，请你帮我改成什么？data row 啊，有时候可能那个字会夹，这就是这样子啦，你可以把它拉开一点点，这个没关系，点一下找到什么呢？找到叫什么呢？ netbar 有没有看到？哎，就是关键在这里，好，所以特别注意哦，同学之前好像这个地方卡很久了，那我把它 slow motion 一下，就是说这地方一，你可以从这边选取它，或者选这边，二的话呢到这个地方就是叫资料检视器里面有一个类别叫 JQuery Mobile 里面的这个 data row， 找到 netbar，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应该不困难的，主要是这个诀窍，但是一般书里面不是讲，你们去买书，书里面不会用图形界面跟你讲，一般的书里面就是叫你看这边看程式码，书里面讲教的哦，所以你去买书，你看一下那个书里面全部叫你用打的，我觉得很厉害哦。而且我看那个
那个我刚跟各位介绍那个什么 Linda 那个 .com 那个网站，它是全部讲英文的，然后呢，它就是也是秀，全部叫你用程式码，但是我看得懂，可是我发现你们应该左边这边可能哈、哦、看到可能就想逃了哈、哦，所以右边这边好像比较简单，你只要记得，而且这个画面我也帮你拍照下来，你就看得到，点下去就不会有错了。好，试一下来看，保证不会错哈。哦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变简单之后、哦、你会发现很快的哦，按下去即时，本来是什么三个点，现在看看有没有变即时，哎，有没有发现一二三三块了，但是、哦、好像还离成功有一段距离，你想说哎，老师不对啊，我们看到的结果应该是这样子啊，这个好像还不完、所以、哦、还要做几件事，OK， 第一个那把哈，我怕等一下我讲下去你们会做不出来，所以先画面还给。接下来的话，第一步应该没问题啦，选它哦，特别就是按那把。第二步的话就是哈，可以看一下没问题。再来的话呢，请你把这个选项把它改成什么？改成紧，连接到哪里呢？连接到 Page 一，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跟上个礼拜一样 ，Page 一嘛哈，然后再 Page 二、Page 三，所以把这边做一。二，这边是三。OK， 好，那三个做完之后，下面自己再把、那个页首先贴上去好了。好 ，OK， 好，做完之后再切个即时看一下有没有改变。哎，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了。不过呢，哈，变成这个区块，点击下去，它可以跳到最新消息了，上一页，哦，然后也是可以点击。可是会有几个缺点、哦、第一个就是这边这边底下有个黑黑的，看起来不好看、哦、所以你要把黑黑的拿掉的话，就是这个 Enter， 把这个 Enter 怎么样呢 ？Back 一下 ，Backspace 跳上去一下，不要让它这边空一个 Enter， 你按即时一下，哎有没有？它就贴在上面了。但是、哦、好像还离我们最后要的有一段距离。不过你会发现它的好处是，如果你小的手机会是小的。大的手机平板会拉宽，所以、哦、HTML5 这种方式来开发，它是跨平台的，就是说呢 ，Android 手机、Google 的手机可以 ，iPhone 的也可以，画面都长一样，所以这种开发方式它的好处是开发一次、哦、全部都可以用、哦、OK， 好，那再来的话还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再来怎么样的 ，Netbar 做完的，可是呢，它的颜色不是我们要的，还有旁边我们希望有个小图，对不对哈？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先放图好了？我觉得放图好像比较重要。那图怎么放上去呢？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要放图，非常简单，最新消息游标放上去就可以了，或者选取它也可以啦，点一下或选取都可以哈。啊，做什么事呢？记得哈，在那个资料标签里面，你可以用想用那个联想，不用用理解的，因为我要在上面放一个 icon。放一个小的缩图有没有？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 data icon 的东西，所以你就直接把那个 data icon 改一下就可以。那你看一下，在资料检视器里面，游标放这边，我希望在这个上面加一个 icon。那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叫data icon 的 data 有没有一个 icon？ 哎，有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把 data icon 点一下，里面的话呢，哈。因为最新消息应该是比较接近是 information， 所以你就找 info。info 的话就是 information 的哈。那因为这个图的话已经固定就是这一些图内建的，这个是 JQ Mobile 它帮我们做好的。那至于说里面有哪一些图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的话，其实有个方法，就是到哪里呢？到我的这个云端里面哈，就是102里面，我好像有放一张图，就这一张图。比如说你要 info 就是这一些啦，总共好像有17个图， info 就长这样子，然后 home 有没有 grid， 还有 back 哪个方向，然后还有 gear 是齿轮，还有 delete， 大概就是这基本的。但是如果说你将来要自己新增 icon 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啦，只是方法稍微复杂一些些，后面如果有机会再跟各位做说明。好，然后的话我们希望把它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info， OK， 加上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如我们预期的呢？点一下即时，哎，有没有惊叹号出来了 ？OK， 好、哦，那另外这个
装个 gear 好了哈，啊这边装一个grid 好了，所以一样的方法，直接点新书登场 data icon， 也许我们要给一个什么，给一个 gear 好了 ，gear 就齿轮，然后这边的话给一个什么，给一个 grid 好了哈，也许 给一个 grid，OK、okay, 好啊，及时一下，哎做出来，有没有看到？哎感觉就有那个样子出来了，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你们download很多 app 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啊，有困难吗？我觉得不会太困难，而且你们来做都很简单，加上你的创意哦，我觉得这个以后啊，就你们的世界了 ，OK 哈、哦，因为随时我要什么 app 就什么 app， 好 OK 好，再来的话呢哈，哎颜色好像不太对，我如果今天在黑黑的感觉有点冷的哈，那如果像怎样，这个换个颜色，那至于换什么颜色哈，哎看各位啦，好、哦，那这边的话怎么加颜色呢？